还没其他的。他们在干嘛？看你怎么样。这样好吗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我的脸书很多人在看呢，可以看看赞赞。好几秒钟。没有上脸书按了吗？没有。不用按了吧？我们三四个人不用按了吧？快点按啊！你要按吗？我按了啊，对，按了一下。就是没完啦、啊。它是花枝姜，我们里面都有，就是花枝，整块的花枝。哪里的花枝？真材实料。哪一个地方？我们的花都是现捞的，然后起来做成姜这样子。新大港黑爱吗？应该要看他们厨房都是去哪里。哦、对呀、啊。每天的他们的去的对货都不满。这个大概多久？要不要十分钟？差不多。都要十分钟。那你们等下咬的时候，可以咬到它的整个花枝条。对啊，新鲜的刚煮的，它煎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